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开始要带你来关心，人工智慧越来越全面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在国外行之有年的机器人理财，从去年开始在台湾亮相，预计今年会有更多业者推出这项服务。透过大数据和演算法，机器人会针对风险和报酬做出最佳化的投资组合配置。举例来说，机器人可能会先问你几个问题。我是理财机器人，有什么能为您服务？可以帮我找出最好的投资组合吗？好的，请回答我三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您的年收入有多少？我的年收入大概有50万元。每月储蓄有多少？我每月储蓄大概有6000元。目前债务有多少？我现在负债大概有12万元。请带我最后分析。这就是理财机器人评估财务状况后得出的最佳基金组合。不过对一般民众来说，心中的疑问应该是，机器人理财值得信赖吗？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台湾第一家获得机器人理财许可的金融机构推出后的状况，以及人工智慧在这个领域的限制。另外，人们在享受新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之余，也别忽略资安的相关问题。理财顾问不是人，来做投资决策这件事情应该是会比人来做好很多。或许现在可能还只是可能 average 可以赢一般的理专这样子，或是 80% 理专。机器人理财靠谱吗？我们目前是不可以对外去讲这个机器人理财的绩效。对，我们很想讲，我只能这么说，我们很想讲，但是受限于法规，我们目前不能讲。未来世界机器人大对决，但是在里面我们说的它的智慧化分析的程度可能各家不太一样。我们已然来到人类和机器人共处的年代，他们有着各式讨喜的外形，也具备深度学习的各式软体。I think these events demonstrate the great potential of AI's power as a tool to help humanity discover new knowledge in complex domains and uncover the truth. 机器人打败棋王，已经让人类世界发出一声惊呼。接下来，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机器人理财已经上线。想投资，可是好像很难。啊？我来帮你消化大数据。哦。机器人自动帮你理财。客人要做投资会面临三个问题，第一个，我要投资哪一个市场？第二个，这个市场我们应该挑哪个标的？因为标的很多。第三个，我什么时候应该要做调整会比较好？那其实机器人理财服务就是在线上帮客户做投资咨询建议。台湾第一家拿到机器人理财许可的金融机构，去年推出这项服务。一开始主打没有时间也不懂理财的小资族。目前银行所提供的这个理财服务，它是有门槛的，也就是通常要300万台币，在银行里面才会有个专属的理专来服务它。可是对于没有300万台币以下的人，他的收入更有限，他如何使用理财这个服务，让他的资金运用更有效率，而进而去改善他的生活品质，是这一群人的需求更大，而且客户数更多。填写风险属性评估，机器人就会演算出一套投资组合建议。这一档基金应该配多少比重？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很特别，不是那种0、5或者是10，这个是经过演算法算过一个风险跟报酬最佳化的配置。对没有投资经验的年轻人来说，投资既难懂，也必须承担风险。我是学大众传播的，所以对投资没有很了解，然后。讲到要投资，比如说买基金、买股票，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赚有赔，然后对我来说就会觉得，不要去碰，比较干脆，比较简单。因为在银行工作，他也跟着体验了1000元的机器人理财服务，并在一个月后赎回。
市场债券、市场短期收益基金、全球健康护理基金，可是对我来说，这些对我来说都看不懂。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在买什么。对，我根本不知道在买什么。一个月后就丢赎回给我们嘛，那报酬率也是正的，那我就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机器人它的机制，它是一个分散化而且最佳化的一个配置，所以它基本上诉求的不是追求一个最高报酬，而是希望在风险跟报酬之间是取得一个平衡。机器人理财绩效到底如何，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目前是不可以对外去讲这个机器人理财的绩效，对，我们很想讲，我只能这么说，我们很想讲，但是受限于法规，我们目前不能讲。这项新商品因为还不到三年，所以不能对外说明绩效。根据使用者半年多的投资经验，大约可获得这样的报酬率。使用机器人理财的客户，职业别的前两名分别是资讯科技业和金融服务业，也让这家银行非常看好它的未来性。我们现在的使用机器人的客户呢，大约是我们所有客户的10%。这个10%是我们所有银行客户的10%。那这个速度其实以我们这个服务推出到现在不到一年，这个速度算快。根据估计，全球由机器人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17年大约为$0.5兆，到了2020年将快速增长到2.2兆的规模。2018年，台湾将会看到多家业者推出这项服务。这个10人10屏的小办公室，是一群喜爱投资理财的7年级生所组成的金融科技团队。随时的接受市场上面的资讯，大量的资讯，所以它应该是有更好的、有效的评估，加上现在很多演算法非常从先进好了，好，它可以去做预测的模型来做投资决策，这件事情应该是会比人来做好很多。或许现在可能还只是可能 average 可以赢一般的理专这样子，或是80%理专，可是它慢慢这种精准度应该一定会一直在提升。机器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做出投资组合的推荐，背后是如何运作产生出决策？借由一些经济数据或是技术指标来对是不同的一些市场来做预测，那会把一些预测的结果还有错误率会显示在屏幕上面。将预测结果带入演算法，机器人就会建制出投资组合。检视一下这些投资组合它过去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权重的变化会不会太大，或是它的绩效的波动还有报酬率等等。有了云端之后，要提取这些庞大的数据资料和相关作业变得更有效率。开发者他可以很轻松的在我们的云端平台上面去做开发，那开发完之后他也 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去部署这些程式，他通通在云端上面，只要浏览器打开，然后他就可以做完这些事。那这个程式呢，一旦部署上我们的系统之后，那我们的产品还有我们服务的客户端的演算法还有我们自己的机器人的部分，它就会跟着被更新或者是升级。当越来越多的业者推出这项商品，未来的金融市场将会是一个机器人对决的时代吗？其实现在已经在发生了，我觉得在美国大概80%的量全都是由演算法创造出来的。就是你如果做的是比较短期的交易的话，这一定会有面临这个问题。像 Hedge Fund 跟 Hedge Fund 之间就在做演算法或者我们说这种硬体上面的一个竞赛这样子。好，可是如果我们拉长来看长期投资的话，相对来讲它应该会比较不受这种大家都是演算法在里面来做买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除了强调长期投资，机器人智慧化的程度也决定了各家商品的差异性。基本所谓理财机器人对 user 来看、的感觉，那种所谓自动化服务先把它做出来，对、但是在里面我们说的它的智慧化分析的程度可能各家不太一样。工研院和国内业者合作，预计在下半年推出相关商品。那个领域专业的人的分析完的结果，那但是那个部分就比较是非结构化，跟前面那个量化资料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如何把那些
他们对于不管市场或标的的一些判断因素纳进来我们未来的整个模型或是分析里面，那个是我们目前持续在进行的。只是人工智慧依旧有它的限制。 AI 在投资领域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限制是，如果它在未来的市场变化里面没有碰到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它会不知道怎么办。整个决策机制是有一组团队跟机器一起在形成这个决策。相较于国外的机器人理财，台湾的投资标的仅限于共同基金。新创团队指出，这点不利于机器人决策。共同基金还是由基金经理人来做主观性的操作。好，那这一块是量化模型比较难去 capture 到的。对，那国外的 ETF 很单纯，就是跟踪指数、跟踪大盘这样子，所以它就是非常大盘涨它就涨，所以你就基本上你只要去做一个好的一个配置，长期投资这样子。另外，有限的模型能提供的投资组合也无法满足每个不同的投资人。像现在国外的可能就是认为说，客制化的能力不足，大家得到的 solution 可能是大同小异。那原因就是他们归根最底，他们就是一套模型来服务所有客户，那只是不同分不同风险。严格来说，台湾还没有所谓的机器人理财，而是所谓的自动化投资顾问服务，在法规上还无法由机器人进行操盘。这种确认交易的机制，是不是可以在客人同意的情况底下呢，不用逐笔来确认？对，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可以跟监理官沟通这件事情。目前像这样的新创团队仍无法在台湾推出相关产品，只能寻求国内业者合作，或是在其他国家发行。82条条文修正通过。台湾去年刚通过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条例，也就是俗称的金融监理沙盒，是否真能鼓励金融科技的发展？现在可以用到3年，好，那3年以后法规有没有跟上这件事情？那我们服务的客户是不是就要全部解散掉这样子？对，这是我们还不太确定，这会是我们评估的一个风险。如果需要很长的跟这个金管会这边做比较好的沟通的话，对我们来讲可能也会是一种成本这样子。法规永远跟不上新科技的脚步，在享受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之外，法律学者也提醒，风险就藏在看不见的细节当中。机械理财很大一部分风险是在作业面，就像我刚刚讲，可能过程中会有资安的问题，会有个人资料保护的问题，会有演算法的有限性的问题等等，或者甚至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这个作业面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都没有要求揭露，那这个在机械理财特别重要。在迎接开放创新的同时，也要兼顾消费者权益。机械理财发生问题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失的时候，那这个损失应该要怎么样求偿，找谁求偿，责任的归属的问题，这一点也要告诉消费者。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机器人理财也不例外。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工智慧、机器人理财的运用其实只是起点，更多如加密货币或区块链等工具也都正在改变我们的金融消费及投资习惯，甚至对财富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未来独立特派员也会进行更深入的观察。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